举办生日会，这次还首次带着新歌与粉丝见面。不过这粉丝心里竟然只想着这件事。他们真的这条心永远不死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都五年了，他们脑袋里面装的东西都没有变过。很好，我也是。我啊，对啊，前面喝多多，去年喝啤酒，今年喝喜酒，明年买月酒，后年。这规划的还不错哦，而现场也聊到了绯闻女友陈婷妮之前在网络上发出的爱的告白呢。她说她这次拍的还蛮愉快的，然后，在现场一直拍的时候，就觉得这首歌是非常符合台湾这个地区，那听起来就是很舒服。那当然喽，因为是你唱的啊。而胡宇威也透露，生日当天还没有任何安排，妮妮还在等什么呢？